三哥，你在哪里？我正在坐飞机，准备到土耳其做点大生意。三哥，你在放屁，在路边捡垃圾。三哥，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抛弃？你就是怎么都吃不饱，一餐个三面包，而且还买名牌包包。三哥，你说要活到天荒地老，看世界的美好，商场的衣服随便挑。三哥现在也只剩男宝，刚刚买完机票，裤头里还剩两三毛。你总是想各种理由把我甩掉，看看你后脑勺，这次看你怎么跑掉。刘瑜，快住手，不然我让其他粉丝们不给你点关注。彬彬，你真是让我失望。